从香港特地飞回来的，那你今天要做出什么样让大家很 shock 的事情呢？很 shock 的事情是？对，准备好，由我来公布是不是？好，那由我来公布之前呢，刚刚我们欢迎柯震东之前有选出一个内定的粉丝，要为他来戴护目镜。对，因为很 shock 的事情是要由你来做的嘛。所以这次来的时候，我很高兴再次有机会跟凯凯站在同一个前台上。希望你1月6号在大陆上映的《那些年》再破纪录。所以说我很高兴，很激动。那你可以帮我们柯震东戴一下护目镜。柯震东，你会恨我吗？因为我不是选女生呢，是男生为你戴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好，非常的大气，对的。好，的，哎，怎么？哎，小心，小心， sorry, 小心。Sorry. 好，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帮忙好了，因为有一个人可能有点难完成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的气弹有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柯震东粉丝是非常的多，特地从内地来的也有。也是第一次在街头这样，而且我一个人，蛮紧张的，对，然后。就是其实还蛮，因为我很久没打气弹，所以刚刚碰到气弹枪其实还蛮陌生。就是我打完还蛮爽，想找时间跟朋友去打一下气弹。你也肯定做过像今天在路上那么疯狂的事情。你说沿路乱打气弹吗？就是之类的疯狂的事情。应该不太会有。在公共场合下，因为我这样知道你蛮会玩的。对，可是因为我怕被抓，所以其实我没有在公共场合做太夸张的事情。所以都是跟朋友聚会比较多。对。今年呢、会拍电影，对，应该会有电影两部电影吧，可是还在谈，对，然后唱片也还在就是开会阶段，我只知道有两部在谈，可我都不知道内容跟导演是谁。角色的部分呢、其实我目前的话，我可能还是先把我能有把握演好的，就是比较属于我这个年纪能演好先演好了。那接下来当然希望各种不同的角色，就是很开心，对，然后。自己在电影院看公布看了两次，那其实香港朋友会非常喜欢这部电影，然后成绩是第一名，我觉得很开心，非常开心。而且我上次我刚从香港回来了，然后我觉得那边的朋友非常热情，对，我觉得还蛮爽。比台湾粉丝的话，其实他们比较放，对，他们是比较放，所以他们只是肢体比较放。会，可是其实没有啦，还好不会吃豆腐。可是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，就是有感受到那股热情，对，而且刚好碰到跨年，对，都有。没有通吃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对，都有。没有说习惯，可是就是我觉得。他们喊得很声嘶力竭啊，对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那刚刚选到男粉丝帮你戴护目镜，是不是比较安心？比较安心？为什么？好像不太敢戴搂妹。不搂妹吗？不会啊。不太敢跟女生有互动这样子。不会，怎么会？所以现在不会吗？不会啊，还是可以跟女生互动。我是男生，我当然还是会跟女生互动。